好，我们再来一局好吗？好啊。我们5点半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下面一局，我看病是不是都断完了？没有了，我们就可以断新的局了。哎，换话题了，换话题了。还有一个，我前天一说那个这个，我就说的第三个，我们看看，是什么方面的吧？不过前天跟你身体，也身体一个。还有一个身体局，同学们，你们要断吗？换一个，我们底下断吧，好不好？那个谁呀、啊？找我。下面我们来看啊，哪种类型我们没有断过的，先断。婚姻局。啊，那婚姻局不刚才周总要断的吗？要断就是娶婚姻局。好，断一个，他就问他，就刚才那个两个人的年龄我们也知道了，看看他们现在小夫妻有什么问题，好，画上去。按现在起居。按现在起居。啊，现在问的嘛，现在问的不能看终身局，问事局，现在问的情况只能取他年龄放进去，注意啊，注意条件。啊，同学们，你来断一个婚姻局啊，参数你早就学过了，现在周总问，刚才那个怀孕的那两个人吧，是不是怀孕两个人的婚姻？啊，问。就是刚才怀孕没成功的这对夫妇婚姻有没有问题？看问世局，同时结合一下终身局，命根里有没有婚姻问题？然后这个是当前婚姻有没有问题？问世局是当前有没有问题？终身局命根里，他这辈子会不会有一些婚姻问题？啊？这是一辈子的情况，这是当前这对夫妻的情况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讨论了？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问世局里面婚姻有没有问题，还要走一遍啊，否则漏信息。戊戌年太岁，这里要写太岁了，这就是区别的地方，跟终身局。庚申月庚，月干申月旺，金旺，壬午日，热干，戊申时，时干在这儿，然后空申忧，申空不为真空，有空。然后寅空卯空，寅空卯空，好看这个六级和龙木啊，戊己庚辛壬癸没有，龙木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，哎，没有了。然后有没有反寅复寅啊？门。门反应，人事关系会反复。好，下面选主要参数了，因为我们封印已经跟你画过好几次哪几个参数了，画成一个图还记得吗？这次我们直接用了啊。女方用什么？用乙。用乙七。这是女方，也就是老婆。男方呢？男方丈夫。婚恋呢？六合婚姻。这是最关键的。然后有没有外遇？两边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参数可以选出来，对不对？男的啊，这是所谓的男情人吧？啊，不一定就是小三，人家比较来往可能好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丁在哪里？在这儿，女情人，看看男女双方有没有婚外的一些纠缠的问题。如果你要再看看，那么就是有没有钱的问题啊？戊就是钱财，会不会因为经济上的冲突而有分歧？好，这样就可以开始分析了。我们首先看他们两个夫妻两个的感情如何，一和庚的感情如何？一和庚，
我们看看乙现在什么状态啊？状态也要写出来。乙什么状态啊？低旺啊，女的还是比较旺的。庚在这呢，长生旺对旺，要克它，因为旺对旺克是克了，但是暂时克不动，就是要彻底的这个挤走某一个人是有困难啊，叫克不动。婚姻你看，婚姻跟男方什么关系啊？默默比合，还没有大问题，但是逢空因为叫什么？民存实亡，夫妻生活不那么平凡了。领金门啊，领金门有口舌之争，婚姻方面有争吵现象，有时候不怎么在一起了。好，然后女方跟这个婚恋什么关系？木克土，婚姻有危机了。有一定的危机了，啊，有一定危机了。当然是空克，还没有到破裂的程度，啊，空对空克，是吧？说明有表现，但是没去把它落实，就是克有表现，没有去落实把它克掉，啊。另外，一家星是很重要的星号，你知道一家星在断婚姻叫什么？女讨男，女的不想跟男的好了，一家星女讨男。啊，女的对男的有看法了，有看法了。啊，而且作为妻子，已经领到了很大的阻力了。作为妻子遇到了很大的阻力，遇到了很大的挑战。尽管外环境很好，但是出现一些问题了，出现问题了。那么，问题跟婚外情有没有关系？请你告诉我，男的有没有问题？男的有没有问题？啊，男的看什么？陌生活，说明男的喜欢别的女孩子，喜欢别的女孩子。女的有没有问题？女的有什么问题？木克土，没有来往。所以在婚外这方面，交往方面，可能男孩子表现出的问题多一点，而女孩子呢，表现出要逃避这个男的。所以呢，根据这个，我们大体上已经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来了。而且财富问题上有没有问题啊？财富，这个是跟这个相生，这个跟这个是相生，还没有说非要克抢财的问题，倒还没有发现。现在不是财的问题。啊，就是两边，主要是男的可能外面交往过密的女孩子，有交往过密的女孩子，所以我们现在的结论，婚姻多少遇到一点麻烦，有麻烦。然后命根你也看出来了，命根同步不同步？你看终身局，我们看看男的婚姻终身局有没有问题？终身局也是看一根六合的。同样的信息，你看，乙，啊，在这，啊，然后庚呢在哪里？在这，你看什么关系？克木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从婚姻角度讲，你看，这是男的啊，金生水，还想要这个婚姻，但是这个婚姻实际上是空的。要这个婚姻，但是实际上是空的，名存实亡的。女的呢，婚姻要拉住女的，但是又逢空，所以还是从这个命根里来看，这个男的会遇到婚姻问题。这个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男的这辈子会遇到婚姻问题，啊，会遇到问题，啊。好了，看看女的会不会遇到婚姻问题啊？哎，她有没有这个决定？有没有小三？就命根里有没有小三？盯着是吧？什么关系啊？土生金，有女的要跟他好的，命根里有这一些信息的，啊，有时候很多，最后都看到命根里跟事实是一样的，跳不出这个命根里头去。好，这男的我们情况清楚了，
女的，女的乙在这儿，啊，庚呢在这儿，你们看，又是克的，女的克男的的，你看女的克男的，然后六合还在这里，女的又克什么？所以命根里头确实有点问题，确实有点问题。那么这个命根里头有没有男的要跟这个女的好？不是当前啊，命根是一辈子，有没有男的要跟她好？木生火，是男的追她还是她追男的？男的要追她的，但是呢，落实没有，两空，就是想追，但是这个女的还是不错的，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她把的比较好，就是没落实。没有落实跟人家变成一体。那男的顶那边是空，是那男的没有打追，还是说不？他首先是一个相生的关系，意味着是有男的对他有好感，但他没采取行动。没采取行动。哎，就这意思，没采取行动，就是暗中喜欢了。就暗中喜欢，而不是说他追对方女的不理他，是他没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他就是喜欢人家，但是没表现出来，最多是一般的同事。所以这个命根啊，跟这个。现在发生的现象信息是同步的，信息同步的啊。丁跟梗，丁跟梗，丁和梗啊啊，这个倒是女的局尽量别看男的信息，这多看一些女性的信息，因为是女的局。以后谁的信息局尽量看她的，你不要拿着女的信息局去看男的，就是信息容易这个稀释了，就是说等于是转一个层次了。会断了吗？婚姻？嗯，啊，等一等啊，你问张鹏。那边那个奇门里边那个狗，不是在那个训中，它临开门，是不是代表那个？不是婚姻临开门吗？不是。这没有六合临开门不好，它是太阴临开门。六合如果婚姻临开门，就是婚姻要被打开了，要分开了。六合临开门是一个凶兆，婚姻要被打开，要分开了。太阴临开门没关系，啊，更没关系，这个都没关系，一定是合被打开，你本来合在一起的拉开了嘛，你就不能合在一起了。哦，刚才这里好像小陈在问，你问什么？他能看几段婚姻吗？哦，有几次婚姻？可能有几次婚姻，那就看六合的宫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六合的宫或者看择时门，这个的就两个配合起来看。从六合的宫来看，应该一六，对不对？一个到六。但是哎，你别着急啊，逢空又取半，对不对？没有半个，至少一个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个到三个逢空的变成。那么你还要看，对不对？这个旺不旺？旺就往大数走，不旺就往小数走，对不对？另外还要结合择时门，你看择时门数字是多少？这里一六啊，大家变成这个变成一到三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这里呢是2580，取大数取小数，小数。然后呢，这四门呢是取小数，啊，最多对不对？一般来说，你不可能去选五的，一般会选二，这样跟三就一到三和二的这个信息就比较靠近了。也就是说，两次最多三次，最多三次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发生。嗯，啊，啊。我这里，我看这个婚姻局，他的男的年龄和女的年龄是考虑的，是吧？哎，男的年龄和女的年龄如果考虑的话，不是法律上的关系，就是他们命根里的这个先天的感，就是性格感情合不合，跟法律有关。你可以看。就是说他们比如说这个看他的年龄，他的年龄物，然后男的年龄是什么？男的年龄是他的甲戌戊辰，戊辰，一个是什么？甲戌己，一个戊己，戊和己的关系啊。那么戊和己的关系，这个反映了命根里头有没有感情的冲突，跟法律有关。他感情如果冲突还愿意维持婚姻，你也没办法。那么命根里有没有冲突啊？这是女的甲戌己，这是戊辰男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冲突啊？火克金啊，所以他们命根里头性格感情上多少是有冲突的，
也有冲突。这个丁和耿同宫，是不是说明他俩已经有实质性关系了？嗯，是这样，就是因为这是我看啊，丁和至少哎、嗯，丁和耿如果同宫，如果这里是杜门，加上太阴或者九地，实质性的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杜门是躲起来了。九地太阴是暗中给了他们干的事情了，那就有问题了。现在呢，修门呢就是大家一起玩玩，大家一起玩玩。那如果是杜门就躲起来了，躲起来你就不可见人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那肯定有问题嘛。所以呢，说明啊，男的可能跟女朋友关系，跟那个女性自己还是来往比较多的，玩儿也可以一起休闲，